生是不是你前女友啊？我要来打赌，我赌他这次跟我见面另有阴谋。抱歉抱歉，Hi. 我刚刚找停车位。没关系啊，我也才刚到。哎，还记得这间餐厅吗？我还记得啊。其实我今天愿意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。不会真的被叶一豪说中要跟我拉保险吧？ Hello， 两位，请问今天要点什么吗？我要一个肉酱面。好的，肉酱面。我也要。我也一样。OK。那我先去上个厕所。Hello， 阿飞。咦？怎么你两个在那边干嘛？小瓜来上班，我来吃饭，怎么了吗？哎，你刚刚是不是要拿保单给你啊？不要乌鸦嘴啦！而且我警告你，千万不要给我乱来，听到没？我来啦。过来，快！我告诉你，等下就这样，懂吗？啊，这要这样哦！快点啦，我还跟那文青不要喝。好。哎，你爸爸最近还好吗？还不错啊。哎，他们最近要退休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工作那么多年，终于可以退休了哎。不过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在想，他们那么年轻就退休，不知道他们对养老金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。不是吧？难道约这顿饭目的真的是要跟我拉保险？打扰了，帮两位送餐，送上意式肉酱面，谢谢，请慢用。没有啦，我记错了，我爸妈他们还没要退休，他们要再做十年。啊？他们体力也太好了吧？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啊，很好吃。对了，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啊？电视台的 FD。FD？ FD 是什么？就是电视节目的一些布景陈设啊，控制录影什么的，反正摄影棚的工作都要会啦。好酷哦，听起来很厉害哎。没有啦。可是录影是不是要常常熬夜啊？多多少少会啊。啊，可是你知道熬夜对身体很不好吗？常常熬夜的话，会有很多小病，小病累积久了就会变成大病哦。刚好我手边有一个，不会又找到机会给他推了吧？这一次好像躲不掉了。请问两位有需要加水吗？要。可恶，就差一点点而已。谢谢。有小姐要吗？不用。好，谢谢。服务员，服务员。嘿、hey, ，怎么样？他好像是跟他说熬夜之类身体会有一些毛病，然后他手上还有一些。不是，我却八九不离十，保单。保单。中间，快去听一下，去去去。哎，问你哦，你这几年有在存钱吗？有啊，我每个月都有固定一笔钱存到银行。那你打算存多少？我想说在三十岁之前能不能存到第一桶金啊？可是好像距离还很远。嘿嘿，跟你说，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快速存到一桶金，想不想听啊？他好积极哦，如果他真的拿出保单，我也只好认了。好啊，我听。帮你们清理一下桌面哦。好，谢谢。喂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刚刚好像是问阿飞要不要听看，有一种方法可以存到第一桶金。动机太明显了啦！我跟你讲，阿飞看他面子算八吗？我觉得会哦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这菜先帮我付一下。好，先走了，拜拜。哦呦，怎么办啊？如果这笔没拉到的话，这个月又要被老板定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厕所。小瓜，借我一支笔。
Hello， 君君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离开了。中央这杯焦糖拿铁我请你的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是你以前爱喝的。虽然今天只是短暂的相处，但我真的非常珍惜。如果那时候我没那么幼稚的话，后来的我们应该还可以走更远吧。P.S. 如果你缺业绩的话，我是有个朋友可以介绍给你啦。开玩笑的。Peace， 阿飞留。